嗨，姐妹，来和我一起晚间护肤吧。夏天天气闷热，步骤要尽量精简，才不会有负担。首先用保湿水来软化角质，我一般会用到助氧仪，喷洒比较均匀，也更好吸收。第二步，选择一个比较轻薄的精华，可以用玉石滚轮按摩一下，来促进血液循环。第三步，涂抹面霜。HBN 这个双 A 晚霜我已经是第二次来给你们推荐了，30+的我是真的感觉到胶原蛋白的流失。贵妇抗老面霜我也用过很多种，但从效果和性价比上来讲，这一瓶真的是绝绝子。它瓶口设计很巧妙，直接按压就可以去掉面霜了，避免了敞口瓶造成污染。膏体里面闪闪的黄金微粒，里面包裹着的就是他们家特有的双重正 A 醇，质地特别清爽，一抹就融化，一点儿也不会黏腻，不用担心会厚重闷痘。不添加香精，所以它没什么香味儿。刚开始要循序渐进的建立耐受，就完全没有一般 A 醇产品的那种刺激。我用了两罐，感觉抗老紧致都很明显，早上起来会觉得皮肤焕然一新，滑嫩饱满。查了一下，原来它有和某棕瓶一样的高纯二裂酵母，所以抗氧抗老一瓶就搞定啦。贵妇级的成分配置，价格只要100来块，性价比是真的让人很心动啊！面霜后可以用小冰锤来进行按压，舒缓按摩过的皮肤。最后一步就是涂抹眼霜啦，眼部皮肤脆弱，一定不要用力拉扯哦，可以搭配眼部按摩棒轻柔的涂抹。晚间精简护肤结束，我要去睡觉啦，早睡也是很好的护肤品哦，姐妹们晚安。发现好玩又实用的夏季好物，快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熊吧，它就是夏季必不可少的便携小风扇了，有3档风力可以调节，风是真的挺大的，平时在外面没有空调的时候拿在手里吹吹就别提多凉快了。向外折叠还能变成桌面风扇，拿到公司或者学校来用也特别实用。它除了是风扇还是一个充电宝，手电，女孩子包里边放一个，一个顶3个，真是夏日必备啦。这个小的便携喷雾我也是每天随身携带的，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或者在外面暴晒之后，皮肤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，这个小东西里面加纯净水就可以给皮肤补水了。它喷出来的水雾真的是轻柔如烟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弄花你漂亮的妆哦。而且这里连上手电也可以变成充电宝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修脚器必须是精致女生的夏日刚需啊，我攒了一段时间没修脚给你们看看，这样的脚穿凉鞋是真的不美观呀。这个修脚器特别给力，上面的磨砂头磨起来也不会疼，每次看到脚皮肤飞就感觉特别爽，修完的脚后跟滑滑嫩嫩的，穿凉鞋就不会尴尬了。它换上这个头还可以给灰暗的指甲打磨得很光亮，我做了美甲就没法给你们演示了。防晒修
袖套女孩子们也都给我用起来好吗？夏天开车手很容易晒得黑黑的，这个袖套上的小孔让材质更透气凉爽，而且手心这一面是镂空的，保护手背的同时也不会影响我们用手机。袖口这里很细节，有松紧和扣子，可以按照手臂的粗细来调整维度，防止滑落。带着它就可以安心开车，不怕晒黑了。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清凉鼻通这种好东西吧？每天在公司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的，拿这个放在鼻子边闻一下，立马上头清醒了。另一边是清凉精油，头疼的时候你可以涂在太阳穴，很舒服。被蚊子咬了之后用它涂上也很快能止痒。闷热难耐的时候来一份炒酸奶，真的超级幸福。看我如何在家实现炒酸奶自由吧！拿出提前冰冻好的炒冰机，酸奶、爱吃的水果往里倒，来回翻炒3分钟，酸奶慢慢凝固，分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。整个过程真的超有趣的，还可以把水果打碎后放进去翻炒，就会得到冰凉美味的水果沙冰。太棒了！超市里的雪糕刺客，试试用雪糕模具来自制超好吃的雪糕吧！奶油、炼乳和奶粉煮到粘稠，倒入模具，冷冻4-5个小时，柔软的硅胶超好脱模，看看是不是很可爱呀？一口咬下去，香浓绵密。如果你喜欢吃冰的，还可以用水果加果汁或雪碧来制作。快点放下手机和家人朋友一起 DIY 吧，真的很有乐趣。最后分享一把我很喜欢的遮阳伞，它是巴掌大小的，而且特别轻，就很便携。把手这里是木质的，显得质感特别好。整个花色也是我很喜欢的，它是情侣两用的，但是如果刮大风的话，就最好还是不要用了。跟他们比不了，跟那一条。你大概过试试。